为了省电，冷气开开关关。很多人开冷气为了省电哦，觉得整个房间冷了，就把冷气关掉，改开电风扇了。这个使用方式啊，反而跟一直开冷气相比之下更耗电哦。夏天到了，要使用冷气之前，我想先告诉大家，尽量使用冷气的时候呢，避免以下这些行为。欢迎来到空调室，我是老客。首先，第一个行为，使用冷气除湿功能。对，你们没有看错。使用冷气的除湿功能啊，我觉得是 NG 行为，因为当你用冷气除湿啊，其实是在帮你的室内空间除湿。这时候呢，你的冷气内部反而会很湿。若当初你安装冷气的时候排水做得不好，导致水残留，你除完湿之后直接把冷气关掉，这个水呢就会留在冷气里面，造成冷气内部湿度过高，形成一个培养皿。以我的经验啊，残留水留在冷气内部，差不多一个礼拜就会有霉斑了，三个月就会长一堆霉菌哦，所以我会建议啊，要除湿就乖乖的买除湿机就好了。除非啊，你的冷气排水做得很好，不然我会尽量建议啊，不要用冷气的除湿功能。当然，你想用也不是不行。因为功能啊就摆在那边嘛，而且用除湿也并不会对冷气造成什么伤害，只是会很容易脏而已。开除湿的时间越多，清洗冷气的钱就花得越多。再来讲第二个 NG 行为，冷气放着不开。相信大家都有一些房间是不常开冷气，像是书房、客房之类的。当这些不常开冷气的房间很久才开这么一次，却发现怎么坏了？冷气不会冷哦。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那个汽车电瓶时间到了，或者是很久没有发动的车就会没电，对吧？冷气其实也是一样哦。因为外机也有一颗电池，若是太久没开冷气，这一颗电池也会没电，就需要更换新的电池。所以切记，不常开的冷气还是要保持至少三个月开一次，这样才不会因为电池没电而导致冷气不冷哦。那开启的方法很简单，三个月开一次，温度设定至最低温度，让压缩机启动，开十分钟差不多就可以关掉了。这样电池啊就会适时的充电哦，才不会放着放着就坏了哦。那再来讲第三个 NG 行为，遥控器使用碱性电池。因为碱性电池使用一段时间之后，它会漏液，那这些电池啊就会把遥控器咬坏。所以我建议大家，只要是遥控器使用的电池，不管是电视遥控器啦，还是冷气的遥控器哦。所以啊，看到这一支影片的大家哦，赶快去检查一下你的遥控器是不是碱性电池哦。再来讲第四个 NG 行为，为了省电，冷气开开关关。很多人开冷气为了省电哦，觉得整个房间冷了就把冷气关掉，改开电风扇了。这个使用方式啊，反而跟一直开冷气相比之下更耗电哦。因为不管你是变频冷气还是定频冷气啊，冷气刚开的时候呢，室内温度较高，所以冷气会加大电力去制冷嘛。但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冷气开了一个小时了，房间内的冷房效果也已经蛮凉的。那会有一部分的人呢，会把冷气关掉，改吹电风扇了。这个方式就真的不要再做了。房间里面的冷房效果大约只能维持十分钟，若是再加上夏天墙壁会放热，维持的时间会更短哦。所以建议啊，变频冷气要省电省钱，温度设定越高，风量设定越小，就会越省电。相对的呢，定频冷气则是温度设定越低，风量设定越小，就会越省电。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关冷气的行为，反而浪费电浪费钱哦。再来讲第五个 NG 行为，冷气额外加装过滤网。很多人在卖场上会看到冷气滤网，会买回家使用哦，装上去过滤是更强，没错了。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啊，这样反而会让冷气吸不到空气，变得更耗电，更容易脏哦。我就比喻一下好了。就像是我们因为疫情戴了口罩，你的呼吸就变得更加困难嘛。虽然可以过滤病毒跟 PM2.5， 但也会因为啊多加了一层口罩，在呼吸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吃力。而冷气也是一样哦。那这边我假设一下，原本不装冷气滤网，你进气的量有100，结果你装了冷气滤网啊，进气量就变成30。那你进气量只有30，出来的风量当然也只有30，就会因为风量不够呢，导致冷气无法达到应该有的冷房效果。这个时候，冷气为了要达到你设定的温度，就会加大电力。所以很多人装了冷气滤网啊，用好几个月都不丢掉。
掉，那这个也是错误的。加装滤网的确可以让冷气的脏污速度变慢，但是前提之下你要常常更换冷气滤网哦。若是没有常更换啊，就会比你没有额外装滤网还要更容易卡脏。那一样用口罩为例子哦，因为我们口罩啊脏污被塞满了嘛，所以进气的地方呢原本是往这里跑，但是因为进气的地方满了，所以就会往其他的地方跑，所以空气没有经过过滤网呢就没有过滤效果。但如果你真的要装过滤网啊，我会建议你一个礼拜换一次哦，并且在装滤网的时候，这个滤网不要涵盖整个范围，大概贴七成范围就好。但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哦，不要额外装滤网哦，我们常常清洗滤网就好。那我清洗滤网的标准是啊，每天开八个小时，两个礼拜清洗一次滤网。相对的呢，每天开四个小时呢，就四个礼拜再清洗一次就好。